好 CP 终于修成正果了，除夕求婚未免也太浪漫了点吧。有家人烟花相伴的求婚，安妮应该会记忆深刻吧。下面就让悠悠带大家去吃一波狗粮吧。水瓶座安宁，天蝎座龙浩谦。水瓶女遇上天蝎男，她温文有礼，安静沉着。而天蝎男最起初遇见水瓶女，她穿着标新立异，与众不同，大大咧咧的个性深深的吸引着天蝎们。那个调侃安宁黄瓜精的场面是否还历历在目呢？龙腾集团终于度过了难关，安好 CP 互相牵挂对方的状态，是不是虐惨了一群单身狗嘞？经历过这么多的安好 CP， 在面对困难时候依旧是那么的默契，默默守护，互不打扰。高冷的天蝎座男生性格属于思辨型，拥有着高度敏锐的洞察力。凛然正气的天蝎男对外界的戒备心非常强，想当初还差点把我们的安宁赶出龙腾酒店呢。虽然个性争强好胜，但天蝎们却能崇尚公平的竞争精神，感情主爱。好奇心异常旺盛的水瓶女是个反对世俗且不随波逐流的个性女生，能够看到别人记忆的安宁也打破了对这个世界的幻想。极具独立精神的她们喜欢我行我素的自由，说出自己的话，走出自己的路，任由他人怎么说。水瓶属于另外的理性分子，所有的聪明才智都能用于天马行空的想象力，极端纯洁以及理智便是真实的水瓶女，这样的两个可人怎能不让人羡慕。